你脑袋灵活，还有一点无厘头。我想今天就请我的歌唱老师亚伟老师来跟我练习一下歌唱课好了，因为有一阵子没有跟他练习了，感觉一定会被骂。好，就这么做 Go。 挺清亮的，来，先去做一件事情，给我开完美口气，去。